湖南日报新湖南7月25日讯，通讯员曾凯旋7月24日，岳阳市岳阳楼区委副书记、区长黄建文率区政务粮食局等职能部门赴上海参加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活动，副区长邓介华一同前往。黄建文考察山峰教育集团，黄建文一行先后深入上海中粮、产城不动产区域集团、上海山峰教育集团实地考察，并与中粮商业地产区域公司及上海山峰教育集团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黄建文详细介绍岳阳楼区区位条件、产业规划及东风湖新区等片区开发建设情况，真诚邀请上海中粮控股集团、上海山峰教育集团能早日派专业团队来岳阳楼区实地考察，就具体项目深度对接和洽谈。责编：王晓辉。